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彩幽灵。除了娇娇系列的一些 Morgan 小人物啊，火影、海贼、死神等一些优秀动漫的小人物，我也在收集，之后都会一一的发布出来。这一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款班爷的 Morgan 小人物的技能，他的技能非常的多啊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马上来演示。首先咱们还是来看一下三个攻击键的攻击效果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常态模式下的几款技能。接着咱们就去看一下虚佐形态的一些技能和招数。虚佐形态有三种形态，咱们一个一个的去演示。好的，咱们这一期的人物技能招数演示也到这边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会。